今天我不仅仅是一位学生，更是一位香港市民，通过了此次升旗仪式，并在上面进行了一次国旗下的演讲。我为自己的祖国感到十分自豪，并心情十分激动。然后我们进行这样一个仪式，既是对祖国表达一种我们港人对祖国的依恋，也是一种作为中国人的一种态度。当然我们是最愿意看到就是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昨天晚上正式在香港宣布就立法通过实施了，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立法可以更加的维护香港的一国两制，让香港可以社会可以重回正轨，让香港的市民可以更安居乐业，可以齐心来防疫，一起重振香港的经济。国安法是香港一国两制的守护法，国家安全，香港安定，市民安心。